当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我们百老汇四少侠那可是出了名的破案高手。百老汇富贵山庄，我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来路不明，心口癫狂，无故改始君路。老林呢，咱借不说。你这忙慌的干什么？晚上走路能不能注意点形象？三长老脸被你丢光了，咱慢慢走。有个事儿，我得求你帮忙。你到底要干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是吗？咱们百老汇总厨娘王嫂眼看着就要退休了，我准备找几个人解替她。明天就要面试了，你得替我把把关呢。小王啊，你说招厨娘这个事儿，你让我去出面，这不把我段位一下就给我拉下来了吗？必须得请您去。用什么玩意儿？你说我这个对美食又没有什么研究，我怕到时候把握不定。再者说，我得找十几个人呢，这现在这公子一个个的都长得厉害，都快赶上月嫂了。我一想，这钱毕竟是您出。哎呀，看呀，点到我穴了。你这是话里带钱的，你下套呢，跟那啊？我这为你着想啊。行了，那这样啊，咱们磕碜话得说前头了。既然是选厨娘让我去，那口味得先紧着我喜欢的来。没问题，哎，没问题。那咱们就说好了，明天中午麦记分庄，您可别耽误了。妥了。哎呀，哎呀。啥啥啥？相亲？对呀，南风叔，您能不知道您现在有多抢手？有100多个姑娘哭着喊着排队要跟您见面呢，我们帮您筛选就筛选掉80多个，一个个鬼哭狼嚎的，对您充满渴望。胡闹！你们知道我的想法吗？知道，你嘴上不愿意，心里可愿意了。我不愿意，我1000个不愿意，10000个不愿意，我根本就没这打算。哎呀，爹，让孩子们给你打算打算。你看这么多大美女在外边等着，您见都不见就给人打发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说你脾气臭、耍大牌、假装没档期、艺德有问题，反正脑子不好使。你脑子不好使，你们不尊重我还怪我，你们太过分了吧？哎呀，爹，你跟我说，你怎么真不懂事儿？你别耍性子，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你太不让人省心了啊！哎呀，我的娘，你啥语气啊？你们哄小孩了呀？你看你爹呀，我这娘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我知道这么多年来，你说的都是假的，我一点都不信。就20块钱，你让我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如果一般人。
都来了的话，我怎么办呢？哎，说说，你听我说，说说，哎，我对吧？真有人，我可太逗了。说，你怎么办啊？这事儿不是我们几个人说，应该是领情啊。没人说，这是你的。再说了，这事儿不能这么说。要不咱俩还是怎么办？这不是你爹，说说看。你们俩跟我有关系不？没事，我啊，聊点现在是你要的。我走了，我这我一定要跟你聊。没人，您做饭，您说您就一个人。别让我一个人好苦。我好累呀、啊！这孩子长得有点年轻啊。用我们江湖上的行话来说，你这就是属于没长开呀、啊，姑娘。俺娘说了，年纪小，选择面大。我说了，你娘说的那是胡说。年纪大这事儿上才能有竞争力啊！你站点吧，你也别瞒着我了，你就告诉我，你在这方面有没有经验？小女子久居深闺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并无相关经验。迈，你没有经验，你跑我这扯什么嘟嘟啊你啊！你没有经，行了。我看在你学我说话的份上，我再给你次机会。你呀、啊，到外边去学学经验，学好经验以后你再回来。我这里呢，始终是敞开怀抱，等着你的到来。你，我不正经。慢，慢人。不，你这一点打击你都受不了，你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够成功？怎么能够追逐你的梦想？加油。孩子有眼疾的我们不要哈。我没有眼疾，我是心疾。啊，这个表达方式我喜欢。开门见山的说吧，我想找一个经验丰富的。丰富，丰富。说来听听。我是绝对的丰富，小女子17岁。那你这是个大棚里长大的，17岁长这样啊？17岁嫁的人。哎，大喘气。不过我喜欢，为啥呢？也证明你经验丰富，那你一定会了解各地的菜系，比如说川菜、鲁菜、粤菜、淮扬菜、江浙菜，你一定会很了解吧？略懂品阶。我喜欢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喜欢吃东坡肘子、石洗丸子、酱鸡脖子、东北饺子。你当我是厨子呀？妈，那你和你自己是干啥的？滚犊子！又骂人，我又不是不给钱。这人都咋的了？这下一个，小女子见过林长老。菜谱。小女子打小就相信，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得先抓住他的胃。这上面的菜呀，日后您随便点。哈哈哈哈！哎呀妈呀！哎，我选了半天，就你最合适啊！哈哈哈哈！谢谢林长老厚爱。别整没用的，三娘，既然我相中你了，我也把我这边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子啊。就你的前任呢，就俺家那个，这不年龄大了，我准备把他送到老家去，然后你来接他的班。你放心啊，等你年纪大了以后，我也会把你送回老家的。啊，年纪大了要送回老家吗？哎呀，听你的意思是很执着呀，恋恋不舍呀，你这是啊。很好，喜欢。那就这么的，你可以不走，你可以先留下来教一教接着你的人。接任啊！啊！你这个渣男！什么什么？去你的，渣男！是不是该打人了？
为什么怎么动手？这夸张就上来了。老王就是个王犊子，干什么玩意儿？我就没整明白他，你不是说让我来招厨娘吗？这怎么一个个整都跟保安似的，这么暴力啊？哎，郭大娘，您不是说有十几个人来相亲吗？怎么一个都没来？他们是不是知道南宫长老的实际情况以后，然后就反悔了？胡说！明明是您自己没有把人招来，还把责任放我爹头上。现在问题在于，这一个人都没有来，南宫叔面上挂不住啊。婶儿，这场面您得圆一圆。我去，他砸了我的招牌，我还给他圆场，我的面子我不要啊。No， 姑妈，这回您就牺牲您的面子，照顾照顾他的面子，好不好？你姑妈我驰骋每场二十年呐，我见过铁树开花，我都没见过就这样的场面，这多差的条件，一个人都不来。我去原厂去。哎，姑妈辛苦。累了。南宫大侠，今天这件事儿吧，我得跟您解释一下。他不一个都没来吗？您千万不要认为是您自己的原因，是我把他们都给轰走了。您是一代豪侠，那些庸脂俗粉怎么能跟您配得上呢？配不上。我觉得吧，能配上您的一定是才貌双全、事业有成的女人。你往后退什么呀？你别走，我没说完呢。嘿，这丑大侠都没礼貌。不行，出去！现在业务暂停接待啊！我江湖大佬被人削了，我正憋气呢，出去！哎呀，这老林家门槛够高的，连我都卡外头呗。这平安镇上还要敢跟我路上龙王这么讲话的那小女子，你以为你？哇！夫人，你什么时候来？夫人，我就来看啊，我合不合适，够不够格？热不热眼呢？哎呀，我家夫人这是在家里闲的都流油了，开始练上绕口令了，练得不错。但是，平心而论啊，我这个位置啊，还真不能招你来吃点心，可甜了。给你个机会，再说一遍，用普通话说。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说你不搁家好好待，你跑这里来，你干哈来？你到这儿来，你扯什么犊子？我亲爱的夫人呢、啊？你，另外家里边几十年的菜我还没吃腻啊，我就不能换换口味啊？搁家我怎么没把你毒死呢？这啥意思呢？好啊，放你在外几天，尽情撒欢了，是不是？我又不是狗狗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呀，夫人？我告诉你啊。登报纳妾这事儿，我忍，新郎叔得了嘛。可你这蹬鼻子上脸搞什么相亲是几个意思？几个犊子啊？怎么着，盼着几个人给你丢灯啊？我对灯发誓啊！避坑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拿一张副卡在外头充贷款好了。我就不信我这原装老婆还收拾不了你了。妈，你小暴脾气，我就信你小暴脾气。薇薇，我跟你慢慢说，你别急，来吃饭。就是你那个原装的、组装的、什么水货、行货，就这个我先不管，先放一边。我就想知道一下，就刚才你说那什么登报相亲，这是什么个局面？
挺能演呐、啊，这演挺能装啊，整的挺无辜啊。你当我真是家庭妇女，不读书不看报是不是？这是啥？那我哪知道什么玩意儿啊？读。哎，镇上又丢俩孩子，我早就说这家长啊，一定要把孩子看住，孩子生命大于。我边儿。这药店又开始售假药了，我前两天刚。下边最小那豆腐块，你给我念，拿普通话念。路上龙王招新娘。夫人啊，其实是个误会。我要是说，我招厨娘，你信吗？信呐，啥是厨娘啊？信不信？厨娘嘛，顾名思义，厨娘，厨娘，厨房里的老娘们儿。老娘们儿啊！啊！哎呀，这十七八岁的我弄不过，这老娘们我还弄不过了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不是你不是，你站住！几个意思？我有话要说。你说。我想说，同是老娘们，相煎何太急？我弄死你！哎，夫人，你有些时候你这个暴脾气啊，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玩意儿，一天天的。谁老娘们？我告诉你，谁老娘们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，小魏，你现在这个就是虎的扯狼的薅的性格，你不改不行，你必须得改，你就是。哎呦，才知道啊，老娘们就这样啊。什么老娘就这？你这事你找老王去对质，看什么玩意儿啊？哟，你让我听隔壁老王的，我敢信，你敢信吗？不是，我发现你心敢吗？抓去。敢吗？别怼我，这敢吗？别你别怼我，人都敢吗？敢干什么？跟你说你敢不敢你？不是，敢过来！你来了！走开！你别老王那个通过风，不好使。我先弟弟风头，然后这搁这来来，对，走，完我回来我收拾。你躲开！收拾你，我就不信。我看你能跑几天。郭大婶儿，你好。昨天发生的事儿，我一夜没睡。你对我有意思，我很感激。我很感激。毕竟这么多年，没有哪个女人对我如此上心。不瞒你说，年轻的时候，我对爱情十分向往，十分向往。但后来不知道为啥，我的爱情总是莫名其妙，不了了之了。后来我也想通了，单身挺好的。你看老林娶了个老婆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。所以啊，你就不用对我费心了。哎呀，不说，再来一遍吧。郭大婶，你好。昨天发生的事儿，我一夜没睡。你对我有意思，我很感激。毕竟这么多年，没有哪个女的对我如此上心。不瞒你说，年轻的时候我很向往爱情。不知咋回事，那我的爱情啊，他修成正果的时候就……哎，啊！你干什么呢？你神神叨叨的！不是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呀。忘了，你别着急啊。郭大婶儿，你好。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，这么多年我很向往爱情。你看老林都有老婆，就我还没老婆，所以因此我郭大婶，你别跑啊，我还没说完。
漂亮。这边，这边。哎，我还是有点难为情你。哎呦，干什么呀？人家都已经等不及了，您这儿干嘛还抹不开面子呀？哎，高同志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高大师啊，您看，这事我想通了，我见你就不紧张了。直奔主题吧。我问你啊，你这几天总是躲着我弄啥呀？我没躲着你。其实你平时别看我嘻嘻哈哈、神经大条，心里挺苦的。你说哪个女人不希望身边有个伴儿？说话的时候旁边有人听。以前我就想啊，我这辈子就这么过就算了。看见你以后，我就没想到你，就你。你不能因为我否定你自己啊！你看你聪明漂亮，心地善良，还有能力，相信我，以后好日子还长着嘞。是吧？对呀。郭大娘，这个是南宫长老的一份心意。心意？啥？突然了，我太开心了，我太开心了，我真的太开心了，我都40多年了，我没有被人求过婚。瞅出猴急那样，就明天吧。明天好，好啊，好嘞，走，我们采购，现在就给您采购去。走啊，走啊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，爹，我们走了啊。姑父，再见。来来来，我说的不清楚吗？南宫愁，你这个老不正经的，你赶紧跟郭大师说，你不能结婚。我说了，郭大师不好沟通啊。我看你是不想沟通吧？你心里偷着乐吧？偷啥乐？我是真不想结婚啊！我，你这个态度有些奇怪呀。你是不是喜欢郭大师呀？你要喜欢，我立马退出，让给你。我呸！胡说八道！那你为啥反对我结婚？老丑啊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想当年嫂子在病床上托孤，让我监督你。啥？监督我？
延期的幸福。无论如何，你得等到嫁完人之后，你再续弦呢。所以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处心积虑地为你抵挡了多少的桃花劫呀！为我？桃花劫？当年我追求龚红粉的时候，眼瞅着就要成亲了，他突然不理我了，是你搅和的吧？然也。我和丁力海誓山盟相约黄昏下，他突然嫁给了赤木藏，也是你搅和的吧？没错。梅花庄庄主、小兰香、王氏三姐妹，可行了，你省省吧，你听听你这一桩桩、一件件的，要不是我。你南宫仇恨是什么盖世大侠呀？你就是一个江湖上的臭流氓。王府里，我身边有你这样的无耻卑鄙的朋友，我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有你这样的人，世界的诚信何在？行了，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诚信了。这些年来，我替嫂子一直盯着你，就是让你洁身自好，一心一意的爱护燕西。这就是我王福雷对嫂子信守承诺的表现。姓王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婚我结定了。可是嫂子在全县，我是嫂子，他要知道你干的这些事儿，他也得掐死你。我的爱情，一桩桩、一件件的美事都毁在你手里了。哎！这边，这边，哎，好嘞，慢点啊，放婚房里。哦，小心一点啊，这都是嫁妆。虽说我们丑有钱吧，那钱也不能随便糟践呐。看你这帅的，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没穿过这么帅的衣服啊。爸，您甭说啊，这衣服一穿，还真的有点新郎官的样子。哎，真的。六叔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我怎么觉得你眼都大了，皱纹都起来了？咱大长老之一多伟岸啊。对，怎么样？帅。你们丑叔啊，以前也没个女人照顾。邋里邋遢的，你说我怎么就瞧上你了呢？这身衣服可是我亲自给你做的。哎呦，虽说眼睛小，我们个子大，怎么看怎么帅。哎，春叔，您不开心啊？啊？那是不开心吗？那是累的，是吧？行。春啊，累了就回书房歇着，这有我呢。哎，大婶啊，哎呦，那个是，你看他这粘人劲儿了，一会儿都离不开吗？我去吧。那个，哎，我先去啊。你看他人高兴的像鸟儿一样的飞起来了。我爸从来没有那么开心。就成亲了，你怎么还不休息啊？陪爹坐会儿吧。你说，我这也不知道为啥，心里空落落的呀。
你姑妈跟我爹还真是挺配的。那什么？这挂对称了。你爹呢？哎呀，真是的。哎，估计这个鱼上了没有啊？好，别动，很好。爹，你怎么又郁闷了？是不是要找个人陪陪你啊？你看你爸爸是这不找四六的人吗？哎，王叔，怎么一提这事儿你就心烦呢？真是任性！爹娘，你们来了。喜庆，里边请。哎，在里边请。哎呀，大婶啊，你今儿穿的绿色衣服我稀罕呢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大。你坐哈，你坐。怎么着？喜欢呗，羡慕呗。你是有老婆的，想都别想。哟，掉脸子是不是？摆个臭脸，你给谁看呢？不是小薇啊，你这啥意思？我这笑也不行，板脸也不行，你干脆把五官给没收了就得了呗。你这查我三天三夜了，你什么时候有个停歇呀？不停啊，我笑你还没笑够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哎，你让孩子评评理他，你背着我相亲是几个意思？几个动作？几个意思？说话呀！哎，不是爸，我妈。给我闭坑！哎，你把坑给我闭上！我告诉你，我够了，又够。人家江湖大佬有个三妻四妾就可以，我堂堂陆上荣房为什么就不可以？为什么就不可以？我可以，但是我用啥没这么说，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吗？第一，还不是因为我们那四如泉涌的奈吗？第二，我是百老汇堂堂的大掌门，我得对得起我这个名声，我得做好一户一表。一户一妻，一夫一妻的表率，此处应该有掌声了啊！早说嘛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现在就把新郎官跟新娘给请出来。好嘞，新娘，我就是新娘。哎呀，您是姑妈，怎么回事？新郎官呢？新郎官哪儿去了？我姑父呢？老柯在哪？是不是在屋里呀？老丑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大婶儿，来坐。怎么一个人在这待着？大婶儿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这不都准备好了吗？这婚礼的用品。这不都是我准备的吗？人在外边等着呢。我意思是，你的心准备好了吗？你说你老了咔哧眼的，你老整的肉麻的，人家心准备好了，我的心还没准备好嘞，所以这婚我不想结了。老赵，你再说一遍。我是说，这婚我不能结了。对不住了，你毁了我名声。我不想骗自己，也不想骗你。你就是一个骗子。
跟你说，我就是一个骗子，别打，别打，就是一个骗子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一个骗子。你看你，娘！